你爸说怎么样？我正吗？我正吗？回伸出我拿个脸。说爸爸我正吗？哇！你要去才艺表演了、啊。是谁？我们要去彩虹里。在敲打我窗。好可爱哦！是谁在撩动琴弦？就是要把小孩关在家里。想啊，疯了。OK， 你看，说话了啊。嗨，姑弟你好。哦，他就叫姑弟哦。对，我在磨咖啡。对 ，coffee。coffee tea or me？ 磨给他们两个喝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还有你爸爸，你爸爸想要喝。真的，这很厉害哇！是不是你？看我的是不是也是红色的？是他的壳是绿色的。对，观察入微。记忆中快600块。你说，他今天早上又请了我了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吃一颗蛋。哦”然后可以帮我跟阿姨拿吗？我说：“你自己去拿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你不自己拿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你是好爸爸。”对啊，都这样讲，超酷的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因为你是好姐姐啊。”你好。你。你应该对相机很不陌生啊，绑架很可爱耶，真的，感觉是要跳民族舞蹈的。这样，姐，齐妹，这样，这样，好 Q 哦。换你泡了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你好大啊，缓缓飘落的小雨。你拍一集你的特辑，那你的艺名要叫什么？斯卡兰木呢，根据村长的叙述是泰雅族，是泰雅族，跟他老婆不是泰雅族，但他是塞夏族。不对，那他是塞夏族，他老婆是泰雅族。斯卡兰木就是想你，我想你的意思。对哦，想你的妈妈叫做斯卡兰木，玩泰雅族搞的。然后对面有一个他姐姐的营地叫塞夏农场，对，因为他们是塞夏族。对，营主就是这里的村长。对 ，OK。今天参加运动会，乡运会，乡运会。哎，然后跟广告部一模一样，默契很好，对，非常的。被遗忘的时光。你好像习惯躲镜头哎，不知道镜头在哪。又来，我们走这个路线的。帮你转场。乱转。抱歉哦，我们这是鱼池，但是不能钓哦，抱歉。严禁钓鱼。对，所以用抓的，他要去抓。不能钓鱼，但可以抓鱼。对，不能钓鱼，但可以抓。你要下去了吗？要。要？哎，不是吧？你要去哪里？太快了，我有点晕呢。这是在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哪里？那个快速。哎哎，你躲，不给我拍。哎哎，哦，他们找到他了。我们从小坡开始。哎，不要踩到我。我觉得看他们两个模式，我们以后会不会也是这样？不会吧？什么模式？没事了。说啊。没事了。
它可以操控运送机，我要到那边，然后就砍过去了。就是情歌高手，从小就。你们这群，因为你是好阿哥啊。好了。有录到吗？有录到。有。没关系。本来没有要下水，现在陪你们玩。哇。一群吃瓜群众，父母还记得我们在这。准备起飞啦！一二三，嘿！每个人都要上。你要脚踩啊！好，爬上去。好，上去了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妹妹的玩具。你知道这是什么玩具吗？哦，钓竿啊，放电池的。对，还有歌。小朋友，学习乐园欢迎你。哇，高级。是吗？是五年要生小孩吗？六六六六，不要再被他困惑。六六六六，要生小孩吗？很恐怖哦。干嘛这样吓人家？你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什么怎么样？还有我们要生小孩啊？会有想生啊？怎么样？很犹豫。犹豫的点是什么？不自由。对。会不自由哦。不是一点，是很大。懂吗？没。没事，所以你现在跟我说你想生的意思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说。是有小孩的都会说，大部分都会说不要生小孩。对，充满怨念的妈妈。你有充满吗？我还好。那好，那你就感想是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所以结论是可以生。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啊 ！OK。贵子跟贵子，你看过来人，二十年的过来人在对我们投影。大家说大部分充满妈妈都很充满怨念。我跟你讲，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就是二十二年，第十二年的时候才觉得说，好吧，既然没有换人，我们结婚吧，隔年就生他。十二年之后才决定要生。十二年，我们还有他的一半，我们还有六年可以走。我要讲的是说，就是没有的时候觉得很自由，可是你没有久了之后，你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。哦，真的真的。所以让你在选择的话，你会早一点吗？会会哦，六年就生，对不对？不用等到生，隔年就可以生。隔年生小孩这么大了、啊、哦。恭喜啊！好，我是这样。曹雨晴，我们先听他讲话。
七届电视金钟奖戏剧类节目造型设计奖。设计师的演第七届。得奖的是黄文英、高仙林、良辰吉时。主角造型风格清晰，人物表现感强烈不单调，很快被角色造型带入剧情，充分掌握人物个性，处处可见细节的表现，是一部美术跟造型结合很完整的精致台剧。太荣幸了，我觉得真是太荣幸了，就是第一次有造型设计能够得奖，我是太荣幸。我让仙林先讲，非常感谢仙林，然后非常感谢林老师，是林老师，嗯，一直给我吃饭，教我怎么得奖，也感谢评审，谢谢你们肯定，我要感谢我的造型团队，妈妈。妈妈，他们真的帮助这部《良辰吉时》很多，也感谢黄奇导演。谢谢评审肯定，非常感谢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，也谢谢我的家人。我觉得因为还有我妈妈，就自从我爸爸过世之后，我就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他，然后。我谢谢家人的体谅，谢谢黄奇导演，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看的戏，如果你们还没看的话其实可以去看，其实一点也不会难懂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它，是一部很特别很特别的七集的剧集。哇，历史性的一刻，真的、yeah. 终于可以摸到金钟奖了的奖杯，对的奖杯，看到吗？对啊，因为这荧幕比较大，我刚刚挤在一起，我头很晕。知道啊，我在那里知道。妈妈，好，该洗澡了，是不是？这位尿裤子的小姐，你姑姑来了，你姑姑来了。我女儿憋了一个晚上尿，就为了看她得奖。哎，等一下，把先把那个椅拿出来，等一下有人坐。好，那你站好，我带你去洗澡。得奖了。